你好，我是蔡老师。我的儿子20个月，不到2岁。他叫 Marshall，Marshall是男孩。Marshall 喜欢车。哔哔。Marshall 最近特别喜欢垃圾车。什么是垃圾车？这是垃圾车。Marshall 让我抱着他去看垃圾车。Marshall 很重，我要抱着 Marshall 跑。我很累，